知名元老手游复活啦，没错，就是咱们好久不见的愤怒鸟。不过呢，这次有别于以往的弹弓玩法，玩起了大富翁。究竟这只可爱的鸟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由 Rovio 授权韩国开发商 Joy City 打造的手机新作《愤怒鸟骰子大亨》，目前正展开 Android 版的事前预约活动。本作《愤怒鸟骰子大亨》是款对应即时连线模式的游戏，将国际知名的 IP《愤怒鸟》与大富翁类型的游戏玩法结合。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将可充分体验到《愤怒鸟》电影版本的世界观，并妥善的部署角色与技能卡，让这款游戏更有操作性，不是完全取决于运气的抽卡游戏。此外，《愤怒鸟骰子大亨》也宣布将于台北电玩展期间开放试玩体验，参与事前登录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稀有的游戏角色。有兴趣玩家请密切注意后续的电玩展报道喽！哈哈哈哈，胜利了！